太不可思议了。今天小编路过河源深山，发现深山老林里竟然藏着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无人机在手，飞过去一探究竟，没想到真是让人意外。只见一大块绿色布裹着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远远望过去让人毛骨悚然呢。据附近的村民说，这是一尊弥勒佛像，不知道什么年代建好的，一直在这里。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座大佛突然流了眼泪，可能是什么征兆发生，当地人把它给盖起来了。有缘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，评论区打出吉祥两个字，今年一定好运连绵。我是足迹客家，关注我，足不出户带你走遍中国。